登喜路改革大变动，新一代的设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来给大家分析漆了。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，是登喜路新一代的设计，黑色漆面。那么登喜路的老款机型呢，已经在打火机界成为一代经典了，也是在行业内公认的耐用性最好。但是英国登喜路却不满足于现状，在2000年又推出了新一代的设计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了。整体外观已经做了大胆的改变，区别于老款登喜路的侧条口，新款六代采用的是底部条口设计，机器的内部安装有漆罐，跟老款登喜路一体机。这是登喜路打火机史上改革大变动了。关注我，打开奢侈品的大门，再了解更多不一样的奢侈品打火机。